以打直线扣杀，拉阵点放高球。第二拍，第三拍，第四拍，第五拍，第六拍，第七拍，瓦尔登尔准备打回头，球下网，第三平。这是双方在第一区的比赛里面出现的第三次平局，打成了九平十平，现在是十三平。看来只有发动近台快攻，力争前几板把对方打到退台，然后再调动对方